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，我们今天来打丫丫。这次的丫丫远洋的王者这个丫王呢，要在这一周末就要结束了。跟之前的迪士尼一样，因为合作的那个期间已经到了，所以他之后就不会再开啦。好，这鸭子跟其他的五鼠的那个鸭游侠副本也是一样，就到这个周末礼拜天啦。好啦，那这个丫王呢，这已经开好多次了，感觉这是已经开第四次了。这个是在2013年11月多第一次开放，好，那已经将近一年半，将快两年了，一年半以前的副本了。好，那以前地狱级关卡现在就是超级的难度啦，超级副本的难度。好，那这次呢，我们为了解成就，然后为了玩玩新队伍，我们带了嫦娥搭配人马的组合。好，那这个成就有一个隐藏成就，是队伍中有三个以上的属性。那其他成就是队伍中只有水属性，然后队伍中只有五个以下的成员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先解这个三个属性的成就吧。好啦，第二关有一个神族克制的，因为我们这个队伍呢都是神族，那攻击有点高，我们先解决它。好，那这一队带人马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伤害可以比较高，也可以比较低啊，它比较好控制一下，然后也可以拿来纯净的时候也好用。啊，最高4倍，然后最低 2.5 倍，最低可以没有倍率，啊，最低可以0倍率，啊，只要他用全体攻击，他倍率就是0，啊，不过有嫦娥在，所以倍率还是有3倍吧，还是有3倍，全部都是神族嘛。好啦，我们最后靠着这个水游侠呢，稍微存一下下技能，啊，这边用的好友的人马座呢，啊，他的CD 最短是12。还是要存一下，稍微存一下，顺便存一下火妹。好，这边他两 CD 打4000，所以很好存啊。只是要小心，因为我们全体攻击消信珠的话会补血，然后会攻击。对，好，稍微存了一下下之后呢，再来是强化盾的游侠。这边强化盾他一 CD 打6000而已，那还好。那虽然强化盾我们必须。啊，要常常转5颗5颗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它的血量只有60几万，就算转5颗，我们的倍率，我们倍率好像没问题哦，因为它只有一只，啊，因为它只有一只的话，我们转5颗的话，伤害好像一样是有加成的，伤害一样乘上去，好，好像没有，它应该是技能有加成，但单体攻击好像有加成吗？我有点忘记了以前的那个叙述了，应该是没有吧，不然攻击力怎么那么低？攻击只有3-4万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慢慢打就可以了。那血量不高，我们顺便存一下技能哦。好，这一串新珠就可以补回来了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慢慢存，慢慢存。好啦，如果这边要快快打的话，我们就是准备一组新强化珠，然后分开组两组新珠就可以了，分开消两组新珠，这样就有额外的 1.5 倍，然后新珠又兼具所有队伍的攻击力，兼具那个妹子的攻击力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最后第四关算是比较麻烦的关卡，主要是有一只那个20%盾的按压压。好。这边哇哦哇哦哇哦！听到9 combo， 我们伤害十几万，因为人马座呢，它有一个倍率是消暗符石、木符石跟火符石，可以那一次的倍率就变成4倍，好，所以它倍率其实可以提到很高。那接下来的20%盾呢，我们就慢慢打吧。我们只要消一组新珠，基本上能回7000多滴。好，7000多滴的血量，拉高 combo 是我们回复力就可以拉高了。好，6 combo 补7000，好，也是 OK 啦。我们慢慢，然后我再补个吸血，保险起见，整边慢慢撑，慢慢打。好，那如果真的撑不住卡星柱的话，我们还有长吸跟嫦娥的技能分开用，就还有两组转星的技能，所以这边很轻松啊。而且我们回复力将近3000的样子哦。2900多，好，很轻松。最后回满血，顺利来到下一关。
下一关就是最后一关啦，这关卡非常的短，只有五关。好，最后的丫丫绿鹰国王呢，他是三鼠盾，好，就三鼠盾，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技能哦，不是随机三鼠盾哦，也不是什么追击盾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就三鼠盾。好啦，水火木三鼠，我们开了人马座，然后开火妹吧，接下来就靠火妹打啦。好，火猪两组，新猪一组，补个龙克好了。因为没有八 combo， 火妹的那个倍率没有吃到两倍的倍率。好，我们快速打一下弹珠。好，因为弹珠不会把新珠转掉，所以就带这个了吧。好啦，我们的伤害应该不会很高，但是应该够了。光靠火属性的追打应该就够打啦，红心追打应该就有两百万的伤害了。他血量只有血量只有200万，攻击是 1CD 打1万。好，即使打不死我们还是可以撑得住啦。啊，打不死我还是可以慢慢活下去，慢慢撑得住。好啦，不过只是最后一关，我们长息技能不能开啊，长息跟那个嫦娥技能可能不能开。好，最后只有用到人马座的技能跟火妹技能。所以这边顺利解决，然后为这个鸭子送行一下吧，啊，用女神为他送行一下，这就是最后一次出现了，我们之后就不会再见到鸭子了。好，希望之后还有更多新的合作系列哦。好，那这次的鸭子就到这边结束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